那可以给我一杯水吗？我要演哭戏之前要喝大量的水。对对对。你想得那么紧张？你要知道，有的演员很坏，你跟你对戏时阵哦，镜头一转你对方啊，一个做鬼脸。哦，有时候你对对对，比比哀啊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道具就是许孝顺跟苗可丽做示范。好，许孝顺以车祸重伤，但是你都有心去搞鬼，你避嘛哈。这个应该要有红包的啊，嘿，你有没有怎样？车祸就很惨了。可丽姐来看，然后那也要有红包啊，对。那我包给你，你包给我。但是顺着你是不对白哦，我都没在恭维，啊，你也掉眼泪哦。哇，你那可以给我一杯水吗？我要演哭戏之前要喝大量的水。对对对，这样就有办法。嗯，哇，没有没有，我喝大量的水，眼泪比较容易下来。啊，就这样哦。有这招哦。有有有，前辈应该都要教你的。喝水喝水喝水。哎呦，唔知我去教你。哎呦，如果喝完这杯，然后眼泪还掉不下来，就丢脸了。你们就知道这招没有用。不是，我们就知道你会想上厕所。一杯，开门。你想得那么紧张 ？OK。刚刚可丽姐的脸超动容的，好强哦！紧张到厉害，我的口腔被疼开。你也是恶吧？你有没有玩？你这太猴急了吧？我是你都不会唱我。我是我单机刚单机哭，你就直接就感动了我，我好像不能再乱演一样。